因为就是我这个人吧，总喜欢给别人惊喜，总喜欢表达，把一种特别特殊的，把美术生的那种才艺也好，技能也好，通过这种视频的方式去恶搞啊，去有创意性的表达出来。我不太喜欢普通的表达，就是说就是我们要画一幅画，把它从头到尾拍下来，我不太喜欢那样表达，我喜欢别具一格一些的。看到的是非常有意思，其实我们拍的很痛苦，然后光影光效不对，镜头不对，一下就会穿帮，所以这12秒视频一下就废了，所以就反反复复一镜到底就12秒，就拍了8个小时，就是比较痛苦的。然后我吃了5桶面，每一桶就在嘴里含着，然后全含化了，就没有再嚼，全含着。希望就是用我的浅薄的绘画功底，让全国都知道原来美术生也可以走到银幕上。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绘画第一不是那么太枯燥，那第二呢，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，绘画其实有很多很多表现的形式，他们都是一样的。现在这些视频只是一些红花热闹，就是搞笑的，没有真正的灵魂。我想把一些真正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啊，就融入学生的心里，感人也好啊，情感也好啊，然后再去拍一些这些关于人性的一些情感的视频。家里面亲戚都比较高，在我3岁上幼儿园的时候，我发现我比同龄人高很多，经常会被认成小学生。身高给我带来的便利也有，烦恼也有，烦恼比较多。比如说我出门不低头要撞到头啊，老师经常叫我擦黑板啊那些。我不太喜欢篮球，我长大后最想从事的职业就是电竞选手。 One universe, one solar system, one earth, one world, 7 billion people, nothing is impossible。
Thank you.